今天我们三剑客呢，要来挑战国外一个很红的，叫做 Impossible Push Up， 不可能的伏地挺身。没错。等一下，三剑客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药师。药师嘞？药师，药师，药师，药师嘞？大家好，我是麦药师。药师来了。药师，你来背的呀？那你老豆给我们。药师，那你跑到我手手手来要？对啊，阿爸就来背，还得谁对的美麦？这个贵到美麦，这个贵到美麦。啊，那我们三剑客到齐，我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这个项目 Impossible Push Up， 就是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、很红的健身网红，他就挑战在三分钟之内做了一个伏地挺身，就是三分钟只做一下。但是原本这个 Impossible Push Up 它是只有两分钟而已，但是这个老兄呢，他觉得他说太简单了 ，too easy， 两分钟，所以他说两分钟太简单。所以他调整到三分钟，据说只有0.1%他的人做得到。你有没有偷练？这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完全没有试过。昨天有输，有输，有输过。对，我最近每次都会偷练，最近都在练手臂。对，最近在手臂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个老兄他做到，然后国外呢又很红的三个健身网红，他们有挑战。然后他们有一位成功的挑战，然后两位失败，但是那个人的动作我稍微看一下，我觉得很不标准。总之呢，三剑客今天就是来挑战一下标准的不可能的伏地挺身。可以不过，你们看到我药师跑吗？两个药师，那谁才是有输嘞？今天有输，真假药师？这里有一张，我叫请假看有书。这个有戴眼镜哎，那可是这个好像长得比较像。今天呢，因为蔡药师他的肩膀在训练的时候不幸受伤，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挑战这个 Impossible Push Up。其实他很开心。但是呢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请来了这个麦友书，麦友书这个卧推160。180的男人哎、欸，我推180的男人挑战一下不可能的伏地挺身。来，我觉得我一定会成功的。真的？哎，我推180，如果连他都推不起来的话，那这真的很难。那就全台湾你不可能找得到26000的推180，这一定的啦。对啊。有没有600的？没有，也没有600的。应该没有，应该是没有，那真的很强。哇，麦友书是这么顶尖的男人，100个朋友，麦友书600应该有100个啦，600个。那我们药师呢，今天就是担任裁判的角色，他会帮我们计时。然后等一下三分钟呢，我们会一分半往下，然后一分半推起来，然后全程呢，药师会帮我们看有没有谁偷跑了，或是有谁在上面撑很久不下去，偷懒，他都会非常严格的，就是。纠正。如果中间做不下去，就直接出局了吗？对，你只要膝盖触地，或是，没有听药师的指示，你要等速，我们要做好配速。你不能这样在那边撑一分半就下去了，你不能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啊，撑，可以，不能在那边撑那么久，非常可以。我是没有试过，但我觉得应该没有很难吧？你觉得你耐力这么强？而且他现在最近减脂，哦，最近减脂又变轻了。有看一下，有比较小一点。没有，没有。难怪我刚刚认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是脸变超小的，超尖的。你往下看一下，哇，迟到了。大家好，麦友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伏地挺身应该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难度的，因为我昨天练了肩膀，然后我个人的耐力非常的不太好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挑战性的，但是应该是会。吊打波波吧。哦，不过你觉得这个等一下这个挑战难不难？我觉得蛮难的。你要一分半下去啊，一分半上来，那个耐力要很好。然后你还要等速。那你在那个就是快接近地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至少要撑一分多钟哎。哦，感觉非常累。我觉得非常累，真的。不过麦尔斯叔要吊打你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只怕麦尔叔会被我吊打。哎呦耶！我的耐力应该会比他好。爷爷打孙子，没错，很正常的吧？妈的！麦尔斯，你头个小个
在等一下要进行的挑战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哇，这个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地狗觉得他的压力会很大，或者压力就是指血压，所以等一下这三分钟算蛮长的，绝对不能憋气，要调整好呼吸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然后我觉得手臂可能会是第一个力竭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把重心，平均的分散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比较有可能可以成功做到 possible push up。但你有那么清楚你是很投入？我这影片看了很多。哦，有做功课。有做功课，必须的。好，廖少生，你觉得他们等下三个人的表现会怎么样？我前几天其实有看到盖伊在操操的，果然有偷练，应该也不算偷练，就是有试，偷模拟，他有试过，然后他应该是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问题，他没有做完，他就是下去然后上来，感受一下而已。对，但我看他那个时间已经蛮长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我自己没试过，因为我现在这边有点不太舒服。你怎么会受伤的？就是之前五月多的时候，疫情的时候，然后盖伊就在练那个单手引体嘛，然后他就很无聊，就说你去试试看啊，然后我就去试嘛，然后我也没热身什么，然后就弄，后来弄一弄之后就有点拉到。波波其实他耐力蛮强的，不过这个项目感觉对他是很有利的，因为他可能比较重一点。这样子。迈尔斯真的不知道，因为很少跟他一起练。卧推是不是算是比较瞬间的？但是这个持久也不知道对他有没有利。对，卧推是比较讲究那种瞬间发力、爆发力跟全身协调。这个伏地挺身就。觉得应该跟沃特应该没什么关系，索尼迈尔斯就要被虐了。对，直播孙子。对，有那我们 Impossible Push Up 准备开始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有了。好了。好。等一下。我身上的重量什么的是要拿掉的。脱衣服啊！来了，脱了。有脚高位，来，开始。非常静态哦，那么快哦，太快了，没有，不用很快，上面就是你要往下有一分半，你如果动得很明显的话，就会太快了。麦克斯这个太快了，你这等一下很累啊。30秒，那我可是卧推。180男人，但是快一点太快了。好，那10秒你要讲。我觉得麦尔斯下去很快，所以他现在刚好在一个很痛苦的阶段，中间的位置。他前面有点太快下去。几秒？现在过了一分钟，还有30秒。波波，你会觉得特别漫长吗？还 OK。好强！看来波波耐力真的不错哎。你们等一下到底的时候要停久一点，因为其实从下面上来也是要一分半。哇，多少？现在还有1分45。哦。啊！这样其实是不是应该到底了？差不多快到底了。等下的底部大概要停至少30秒才能开始往上。然后再开始往上。现在是最后一分钟吗？一分半。好，那波波很强哎。我不能输阿公。怎么好像觉得你们三个很不可以？是吗？没错，我们现在强壮的男人。我们三个看起来。现在剩一分。哎，没问题啊。波波突然往那个进度突然抖了一下。没有问题啊。撑住我，撑住我！要是你看盖伊跟麦尔斯这个会不会太久了？50秒，剩50秒。不行啊！我觉得我太快，太快！上来太快，我们就上来太快。波波突然没了，赶快拿时间！你撑越久不行啊！我知道，我剩下一个，还有多久？麦尔斯，我撑不下，还有30秒。哇！没有啊，太快了！等一下哦，靠！我觉得我太快了，全身都是汗了。76、15、14、13、2、
最后的意志力。一，他踹死他。五，他推人。四，三，二，五，这个抖动。啊！哇，大招啊，超猛的。哇！我知道，我是。哇！你那个会比较简单，因为你一直在下面。可是我前面如此原始的蛮力，撑很久。就是下面那段撑很久。他一开始我觉得他下去太快，下太快，哎，下去太快，所以我是起来太快。可是已经下去就不能上。起来太快，其实在中间那一段很得意，很得意。你们不要再讲了。该已经。哦，我干掉卧推一百八的男人了。原来我叫你不会动他。原来卧推是好像卧推一百八，耐力真的真的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你就刚卡在哪里？哪里是过不去的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最下面要上来那一段，已经过最下面，然后开始一分半要往上走那一段，要往上超累。因为你那时候基本上的 ATP 感觉已经快要被放掉了，对，有点没。你能量系统已经快没，但你还要开始加力量，对，开始用力，球会掉下去啊，有可能力量不够就会掉掉。哎，那你们觉得这个要成功的诀窍是什么？要偷练，你要调整呼吸，偷练，你就是你，因为你的我感觉血压很大，就可能做到最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快耳鸣的感觉，所以你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呼吸调整。然后我觉得重心的分配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想办法不要把你的力量都集中在手上、肩膀、手上，能尽量把它分散到腿、肚子那边下面会比较好做。为什么一开始不讲？我讲啊，有吗？我刚才在那讲的时候没有偷，你们没有偷听是吗？我觉得是下去的前两分钟，就是前两分钟我都觉得 OK。但我看你很轻松啊！我刚才做的时候，我在那边努力调整呼吸的时候，我看你还在讲话。那我觉得呼吸对我来讲不是问题，就是过了两分钟以后，出生就会的东西，太快了。其实我觉得撑在下面更久一点，应该要更久。配速没配好，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用力的，比你起来手已经推起来那个时候还好用力。算是一个小休息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手也可以用力，可是你推上来之后，你就胸要出很多力，可是胸其实你撑不了那么久。难怪你三头这么轻，你就是要靠对，应该是对，多撑一点吧。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撑。药师刚看完有没有什么感觉新的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伤太可惜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可以挑战成功。我也不确定，药师感觉没有受伤也蛮强的。波感觉就是太重。太重，太重。我觉得重应该有差，因为你们现在体重应该比较接近。对，你现在多少？我现在75吧。我早上76，差不多。81。然后比较轻一点。药师瘦了。太重了，太重，太重了。好，那接着很遗憾就是药师受伤，那也很谢谢麦老师这个卧推180的男人来跟我们一起挑战。Impossible Push-Up 这个项目，那之后有什么新的挑战，再找大家一起来玩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会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盖伊、Miles、波波、蔡老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